芯已经装好了，以及一个表盒的后盖，一套指针，五颗螺丝，还有一个中轴，这个卡槽就是12点钟的位置。好，接下来我先安装了，确认这个彩片呢是准确并且牢固的卡在这个卡槽里面的，就这样接下来一次安装。安装四片红，准确的放在了表盘上，然后放在盖到后盖。装指针的时候呢，首先先把指针上面的保护膜揭掉。先装短的这只，也就是时针，对准我们第一只彩片12点钟的位置，双手按住指针中间这个铜扣，千万不要按两边哦，按铜扣，用力往下压，一定要对准12点钟的位置啊。请记住，千万不要用手来拨动指针，因为它是石英钟的机芯，每一个石英钟机芯后面有一个调色按钮，旋磁按钮，旋动这个按钮既可以把这个我们的时针和分针，旋动后面这个旋磁按钮。